女巫被烧死了，真的，这游戏会很烧，很会烧啊！女祭司没魔就是有人要死啊，没有魔。我们有拿到幻灯片吗？好像没有哦，没有就直接离开了。对，没有新的幻灯片，我们还差两个，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全部收集完毕啊？欸，这个很好用欸，我后来发现，这真的很好用，把他们冰冻完，这直接把他们秒杀欸。老头都还厉害，厉害厉害，三张要我的命，成功里当兵，哎呦喂啊！我不会再受你的影响了。你不要再拿我的伤疤来打击我，这是你的战略，无法再被你的战略给击溃的。你休想！我不会再对你的战略给击溃的，我一定要打倒你。为了妹子，为了女儿。哦。哦，出现了呀！铁门关下来了，好多、哦。他会不会直接跳下来？看到了。八小，哎呀，要死啦！五个血仙，看我的一击呀，舒服。嗯，阿珍没掉东西哦，这么小气。哦哟，这个现在补比较多咯，有深有差。赞叹西湖，你看他在感恩西湖。感恩西湖，赞叹西湖，赞叹西湖！哎呦呀，不会死啊！哦，哦，鱼叉不错。哇，这么硬！硬到一个不行，鸡鸡都很硬。每个章节都有 BOSS 啊，不一定。原来他这边有一个这个冰的啊，我居然没发现，浪费了子弹。又来了，好烦啊！永远打不完。这个准备要死了。啊，不行，你太烫了！哇！妈妈咪 ！Fuck！ 这里开了啦，我可以上来了。门关了，门关了。他根本不是真的，和乐正胜过现实世界啊！掌握莫比乌斯就能掌控世界。
控制了虚拟世界，就可以控制了现实世界。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被关厕所。我已经要四个小时了，还破不了。看来我拖太多时间了。拖太久。西奥多的圣卷。当我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之后呢，并照着我自己的方式创造新世界之后，现实很快就会随之而来。莫比乌斯已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打下了基础，毕竟他们，而他们竟蠢到将正在倒数定时炸弹植入自己的脑袋中。啊，他们自意为狼群，视其他人为绵羊，但我是牧羊人，正准备趁狼群不注意的时候将他们淘汰消灭。哦，背后的这个背后的策划很久的人啊。啊，他是背后策划人，策划已久了。您就是策划人。现在存档，有存有保佑。好，开到几点哦？我想要把它破完啊，今天一定要破啊！今天我要把它破完，不管了。还剩三个章节，他们说的。What happened？哦，跟之前一样哎、欸。好久没有看到这个僵尸了。哦，看了感觉很有亲和力。不然之前那个火焰僵尸，我才刚讲而已就出来了，有没有？哎、欸，我，喂，暗杀，感觉是12点结束，有那么久吗？现在要准备10点了。好烦啊！这游戏好长，我哎呦喂啊！哇，全身着火不能杀！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来呀，你不要着火，我都可以杀你。太好，有斧头。哦呦，小包升级。我来看一下这里哦。这里目前无解。哦，这边可以靠拉这个扳手，把它拉开好了。把它关掉。消失了。他们出来了。快点喔，他们来啦，在哪里？哦，原来可以绕路哦，绕个路先。我决定了，不行，这样不行。干，这时候着火，冲万小，加油！
妈妈咪呀、啊！真七七哦！被发现了。闪电，没中。哎，我不是要拉这个啦，白痴哦！我为什么把它关下来了？我不是要把它关下来啊！我要过去说，算了。不想浪费子弹了，先这样子好了。嗯，为什么不能踩他？说好的突击步枪呢？只有三十发哎、欸！你确定要我把它直接用完？就是这里了，应该不会有错了吧？电梯，电梯向下啊！是关铁门啊！电梯向下了。哇，这是关的是怎样？哎、欸！好了，射完了。不能直接把他们踏死吗？不行欸，没中。GG。硬是硬硬的。好了，好，这边还有零件。六点半看到现在啊，哎呦！给他讲太多屁话了哈，我来啦。镜子，是镜子，最终决战了，决战了，我要打败你，你这个神父，妙禅，妙禅是你，275，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人生什么哎、欸，人生什么？爆炸剑不够啊，1000。散弹枪的威力可以，不行，480。装填时间可以升了啦，每次都装那么慢，气死了，装到快 key 毒烂了。这个120，三，好，浪费钱，
灵动升级啊，来不及了，我已经升完了。喝咖啡时间，待会再喝。我们刚刚这边捡到一把钥匙嘛，来来来，哎呀，五颗散弹枪子弹，呵呵。9200，回复了可以暂时不用了。生命上限，生命上限可以升一下好了啦。反正都要打 BOSS 了。脑部矫正器，鱼叉枪可以拿。我要做一些鱼叉枪了。不知道有没有材料，我们只有一只，哦耶，只能做一个。好，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做火焰喷射器，因为我们没有杀那个火焰哥。好。乱做一通什么开箱还有一只钥匙不是只有一只而已吗？更新不点哦，关键时刻可以顶一顶，被我升完了。哇妹子，看了你我心情都好多了，真的心情好多了。还可以再开吗？没啦，开了。我要跟妹子聊天。I'm close to the end. I just want to take. I can. But what? You must. You have overcome challenge. He will prey on you. Then I'd better get. 好，讲了之后没什么实质上的帮助。右上角开了没拿？啊，对哈，你还记得啊？上次那个因为。弹药满了，还是那个针头满了，所以说我没有拿，我拿一下好了。这边嘛，对啦，这个呀， yeah, 拿完了，后面两三张才是真正的剧情呢。干，脱台前游戏，脱台前游戏。好，准备了。弯腰时要露出叉叉叉啊！我来了。要跟妙禅打了。门打开的程度哦。Not if I kill you first. What makes you think this time will be any different? I'll keep coming back until one of us is dead. Come to me then. 妙禅，我来了。哦，哇，送的哦，直接送一只给我，这么好。简直送好送满！这边呢？啊，这边就没有、哦，好吧。我为什么掉下来了？你找到他了，真好，太好了。他讲的应该是那个欧尼尔吧。他在对谁讲话？欧尼尔吗？好、哦，他在对他讲话、哦。我尊重你的天分，但我首先需要那个女孩。
所以说他，所以说那个变态也是他的手下就对了。那个变态也是他的手下，我还以为他们两个是不同的嘞，原来是被操控的哦。你打败我手下的火焰怪，就值得做我的信徒了。他应该需要一点来那个一些代步工具，有没有劳斯莱斯之类的，有没有？来了，哇，好帅啊！您找到我了，来战斗吧。A taste of despair you shall receive. 隐藏绝望的滋味，小女孩，她拿我的弱点来攻进我的心，她搞不好拿那个小女孩来当做我的敌人。You didn't save me. 我不会再相信你这番鬼话了。她搞不好等下对她的女儿开枪也说不定。Gonna make it right again. 来吧，那你？ I love you so much, Lily. 怎么会没事？ I always have, and I always will. And I'm gonna save you this time. I promise. 发出了圣光，把他化解了。你这王八蛋！竟然利用我的女儿！ See you've overcome some of your guilt and pain. 我克服了，怎样？ The depth of your past traumas is vast. I know everything about you. I know what lies beneath. 还藏着什么？都使出来吧！ You have a deep well of fear from which to draw. You've seen many horrors.And they still haunt your memories. 鬼魅般的纠缠。Remember where this all began. Remember Beacon. 灯塔精神病院。还要把我拉回到之前呢？哇，这最早之前。哇， yes, 又回来了。You remember it all. 又回来了。有种正面上我啊！电锯男要出现了，完了！我哩嘞！啊！救命啊！这根本是从第一个章节开始啊，重温第一代，一模一样。不见了！往回跑，然后受够了。哇！神反击，他直接秒掉这个电锯哥。这次你别想得逞。哇！一集就解决欸！当初一代的时候被追的跟狗一样，哇！接下来一次就解决了，啊！果然到了二代，历练变比较高，战力变强了，有没有？现在换我制裁你了，我还可以自己动欸！哇！又让我有代入感，对不对？去死吧！哇！嫩！哇！呆！啊！他克服了第一道恐惧。Fuck you！ Yeah！哇！哇！他要重温第一代所有事情，靠腰，
欸，这个画面是什么？忘记了。他遇到谁？啊！保险贵军，保险贵军回来了。我。敢砸到自己，嫩！他怎么感觉变胖了？保险贵军，我记得你初代的时候还蛮瘦的啊。哇，他又复活！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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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逃离还是要打赢他？哎哎哎！干，怎么两只？哎哎，啊，不是只有一只而已哦。啊娘啊喂！数量太多了吧？这我不行。哎，太多了太多了，这不行啊！不能这么多啊！哎，靠背，他没看到我。哦，有了。挂了挂了挂了 ，King， 好，哦，又要再变了，哎，没有，打开了，番茄酱，等一下，这个是鲁维克的姐姐，啊，鲁维克的姐姐出现了。看那 boss 战也太多了吧！我烧过你一次，再烧一次也无妨。没打到。这谁死掉啊？怎么会个女的尸体在这里？不要！哎，他卡住了，他卡住了。我的，这是没有成功。他知道怎么打，知道怎么打、啊。不够啊！咱设法赶快转开那个法、啊，不要让他追到我，靠背啊！要把你到中间，没收到啊！看，有了吧？终于啊！等等，卢维克会不会来？我不知道哎、欸。啊，睡了，晚安，晚安。哎、欸。
在逃啊！来啊！你是何方神圣？我是你的噩梦。What else have you got？ 你还有什么把戏啊？哦呦喂啊！哇塞，是谁？哇！哎，麦拉，老婆。Myra， 我要把他杀掉了。别让任何人伤害他。I will protect Lily from anyone who wants to take her. You did it. Theodore is dead. 西奥多死了，好像没死。Let's go home. 我。No. The power of the core. 我双王。这个痛，这个很痛。哎呦呀，这个痛，这个痛！哇，变石化了！哇，这刀居然伤不了我！哇，直接被冰冻了！他在哪里？我要干嘛？他手一举，整个都崩塌，那么强！哇哇哇哇！完全不管你老公的死活啊！你老公要死了！看那老公，那老公都不管的，老婆生七七，真的，现在变成都是佳明的世界了。哇，冰天雪地耶，麦拉！结果鲁维克没有来。也对啦，那个神父死掉了啊，所以说这里会崩也是正常的啦，因为这里都是神父创造的世界嘛。那这里就已经现在是被那个谁，被他老婆占领了啊。